呢度咧喺个圆拱形后边嗰个咧，其实就系一个教堂嘅金顶。咁诶，拿破仑啊，佢嘅尸体咧就系、是、埋葬喺嗰度。咁而呢一度咧，呢、这、一个就系军事博物馆。啊，对正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拿破仑嘅像。咁喺呢度，你睇到呢个博物馆里边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差唔多长方形咁嘅，好多个拱门嘅设计。啊，呢度写住咧就系、是、军事博物馆啦。咁而下边咧就摆咗好多支嘅大炮喺度。咁啊，一路環繞住成個軍事博物館咧，都係好多呢啲嘅大炮。所以呢度都係一個有歷史性同埋有特色嘅一個建築物，巴黎嘅軍事博物館。